今天宝贝总动员来了一位漂亮的小仙女哎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小柔。小柔，小柔几岁了呢？5岁。好，那今天小柔穿得这么漂亮，要为我们带来什么表演？关于昆虫的歌有三首。关于昆虫的歌有三首。好，那你准备好要开始了吗？好，那预备，开始。蝴蝶，蝴蝶。生得这美丽，头发的金丝闪闪好欢迎。你爱花又甜蜜，你会跳舞花又甜蜜。哇，好棒哦！第一首唱的是有关蝴蝶的歌，好可爱哦。那接下来第二首要唱什么呢？小蜜蜂。哇，小蜜蜂，那你要大声唱哦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汪汪汪汪汪汪，大家一起轻松松，在床上去床上，那微信为难。天蓝爸爸不做工，家奶奶你好做到。汪汪汪汪汪汪，别学来做唱。哇，好棒哦！小柔第二首蜜蜂也唱得好好。那接下来呢，第三首歌要唱什么？萤火虫，萤火虫啊！好，那小柔加油，大声唱哦！预备，起！小小萤火虫，飞到，你要飞到的这边亮，那边亮，好像许多小灯笼。哇，太棒了！今天小柔唱的三首歌，有猫猫，有亮亮，还有小蜜，哎，都很可爱哟。那今天小柔表演的很棒，最后要跟大家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拜拜。